第一次配音覺得點啊？係啊，其實好緊張嘅，因為其實咧我啱啱接到呢個 job 嗰陣時候，我自己都幾驚訝，因為我啲廣東話喎，即係我其實有擔心過嘅。冇關係嘅，冇關係嘅。係咪啊？我係好想咗好耐去配音嘅，尤其是配啲卡通片嘅嘢，因為卡通片嘅嘢你可以玩多啲嘛。嗯。即係你唔使話超級正經，你唔使驚話你會 over perform 咁容易，咁係咯，好似好好玩咁啊。會唔會出下戲嗰啲啊？都有啊，有啊，就是我覺得今次配完這個他都是打女來的嘛，其實戲裡面，那我想我自己都挺有興趣的，如果真的即是做打女當然啦，其實小時候我有打過的，即是有打過少少功夫那些東西，即是跆拳道啊那些，那我也有興趣的，但我什麼都有興趣的啦，是不是，說真的，即是什麼活動都喜歡，什麼活動都有興趣，那模仿那些動作呢是 OK 的，打不打得當然不打得了，until 鬼命。你又想打到講什麼打的？為什麼不給啊？為什麼不給啊？你不是跟老婆在一起練對打？拍打交戲就當然可以了，拍其他戲可能不行。